就要去达利斯广告公司提案，你到现在一个都讲不出来。你如果想不出来那个 slogan 的话，你就会输给 Tom， 然后 Tom 就会把史瑞克给整死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想出来，快点想出来。请进。阿妮啊，一夜没睡啊？嗯。怎么在这边熬夜呢？身子会搞坏的。没有办法，我想不出来。我就算我躺在那想睡觉，我也不会睡着的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先别想，先别想，来坐在床上，坐床上。对，好，随便坐着坐着，待会儿你就会睡着了哈。来，爸给你讲啊。嗯。昨天晚上呢，爸帮你想了两个，其中呢有一个呢还是做梦想到，绝对比昨天好。真的？嗯。爸爸，快说快说。嗯，精神来了啊。这第一个呢是城市游侠小噗噗。这改名为城市游侠李麦克好了，别人还觉得比较好记，还比较熟悉一点。老梗了，不好。会吗？爸觉得把它改成那个小噗噗还挺 Q 的了。啊，那没关系，没有，还有一个啊，听听吧。没有三两三，不要上梁山，便宜一样有好车。爸，这根本一点 feel 都没有嘛！你这个梗有点太过于八股，又很俗哎。这个不优啊？非常不优。爸，我觉得我还是靠我自己想好了啊。来，你看你累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想得出来？来，你跟爸到公园里面去走走，运动运动啊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然后回来再想。来，走。哎呦，爸不要啦！我没有力气，我一个晚上没有睡，我没有力气，我没办法运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爸扶你，爸扶你。不要，走，来，快一点，别来。没有，反正你也睡不着觉。不是这样讲吗？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去楼上跟石妈妈低个头，道个歉，然后让她陪你去公园运动了。要我去给她低头认错，门都没有。你这石妈妈，她就爱找茬。我昨天晚上突然想通了，她一定是啊，嫌太累，嫌洗衣烧饭太累，所以才想这一招，想逃避。听清楚啊，这次我不会让你了，你也别想加我的军。我还要告诉你，我让你知道啊，这个家里谁是老大。你想谋杀前夫啊？这在古代啊是要游街示众青猪笼的，你晓不晓得？爸，好了啦。莫名其妙，别理他，走，爸带你到那公园去打太极去。哎呀，爸，我不懂太极，我也不想要练太极啦。你不懂太极啊？这，爸解释给你听。所谓太极呢，就是生生万物不息的意思。看，太极，动而生阳。动起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即复动，一静一动，互为其根。所谓这个太极拳呢，就是借力使力，以柔克刚，以小博大。你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啊，
就可以体会到强健体魄的效果。你乖乖的跟爸到后面去，爸好好教你几道简单的招式啊，就可以从这个太极拳里面领悟到他四两拨千斤的功力。爸，怎么样？说吧。谢谢你，我已经想到我写提案的 slogan。你真厉害！我现在拿进房间写我的提案，麻烦你自己去练运动哦。不。